我听说你弟弟涉及一起暴力案，只要你答应我的提议，我应该可以彻底的帮你解决。我是今天开始来这里当入住帮佣的。入住帮佣吗？我特别做了一些你可能会喜欢吃的菜。是不是发生战争了？我等一下都会整理干净的。你现在马上回你家。我不用，我要在这里工作。他干嘛要搬来？因为他说他不要离开啊，万一他晚上对你下手那怎么办？周一至周五晚间10点到12点，热情的打扫吧，东森戏剧台。